どうも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豪。今天呢，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游戏的影片。那这个游戏呢，在日本还算比较流行，叫做《帕兹多拉》。那中文名字呢，叫做《智龙迷城》。我相信，应该有挺多朋友在玩这个游戏。帕兹多拉呢，我接触了应该也算有挺久时间了，大概有5年左右了吧。刚来日本的时候就开始玩了。然后呢，其实断断续续，当中也有停过。这次呢已经有1年左右没有打开过我的帕兹多拉了。打开之后呢，发现最近的活动还是挺多的。一个呢是，首先现在最热门的就是 Godface 啊。那这次的 Godface 呢是一个叫做伊切的水魔女啊，非常美，非常漂亮，还会动。因为之前我玩到我不玩的时候呢，还没有可以动的角色嘛。那现在很多角色都可以动了，也是变得非常的有意思了。那这次呢想试一下同时6台手机一起抽 gacha， 看一下我们多少次才会抽中 Godface 还有这个水魔女哈。それでは、早速始めたいと思います。啊，大家请原谅我这口蹩脚的日语。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吧。可以喝完了呀。啊？抽了5-6次，终于抽到 Face Gain 了。哎，等等 ，Kami Musubi， 非常强哈。那这台手机呢，就这样。啊，不是 face game 啊。哇，4个银弹。黄金都不行呗，抽二呗。以前黄金行，现在不行了。不行，你就连着抽肯定不行，隔一段时间才能抽。这次好像是平均5台手机左右吧，然后有一台抽中好的，所以我就不抽了。那现在是4台，抽了3-4次了，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。那这次就先这样，因为也快结束了这个活动，我也不想抽了，太累了。